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看四个监视器真实拍到的消失画面。什么？两个人消失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他走过去，哎，人消失了。什么？消失了。这次呢，想和大家推荐我们近期觉得很好用的山水牌清净吸无线吸尘器，日系设计，外形时尚，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搭载13PA 强劲吸力，充电续航力25分钟，重量只有520克，体积小，好收纳，适合租屋族、小平数、开车族 ，Type C 随时方便充电，原厂一年保护。现在呢，满4000元呢就送滤网一入，满5000元呢还送苹果充电线，满10000呢就送一个美足修模仪，限时一周团购中。团购优惠链接呢放在下方资讯栏，马上下单起来吧 ，Go Go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薛定谔，我是季伟杰，我是季腿，小弟，小弟呢？他们楼下休息，因为他们在楼下休息，耶、yeah! ！你真的没吃药啊？好，那开场呢，我们先来问大家，就是大家看过什么突然消失的画面吗 ？Disappear immediately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拍过类似的影片，对不对？突然消失还是什么？哪一个？哪一集？讲出来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也是棉花糖炸鸡投稿的哦，四个吗？今天我们要来看四个监视器真实拍到的消失。怎样？再次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四个监视器真实拍到的消失画面。剪辑师疯掉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四个监。我来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看四个监视器真实拍到的消失画面，然后我们来看有多恐怖。好，那今天有几个都是观众投稿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投稿给我们，就是可能留言可以打影片标题啊，或者可以私讯我们影片，我们就会整理成一集给大家看，这样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多留言，然后可以多私讯给我们。对，而且留言我们都会看哦。对，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很夸张哦，今天这几个影片可能有点争议啦，就是可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剪辑的，还是会不会真的掉进什么时空，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，我们一起看，一起讨论。好，那今天大家记得看最后一个，因为最后一个是网络上最多人讨论，然后最多人觉得有争议的画面，大家看吧。好，看这边没订阅的话，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赞、关注 YG， 一定要追踪哦。那接下来看这首节目中间的影片。喜欢我们的周边商品的话，可以加我们的会员哦，不定期有会员礼。对，说不定现在播出的时候你已经拿到会员礼，如果有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们哦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真实拍到的消失画面吧，我们看这个多离奇，三连 go。Go。好，第一个影片呢是座椅消失的人，影片来源是 Scary Video， 座椅上消失的人，就是那个人可能坐在椅子上，然后他突然消失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马上看影片。3、2、1。OK。啊？什么？两个人消失？怎么可能？这剪辑的吧？重点是你看旁边的人的反应。哦，他们发现了。嗯。怎么可能？所以他们都有看到哎、欸。这很真实哎、欸。现场全部吓爆哎、欸，吓坏、啊。好，你觉得是真的吗？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凭空消失吧？萨诺斯哦，萨诺斯的弹指是。萨诺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？好 low！ 什么东西？萨诺斯是什么？复仇者联盟啊，他是弹指，然后地球全部一般人消失啊。啊。那个能量手套啊，他们上诺斯的受害者。可是他是不是像我现在之前看过一个影片，就是有人会瞬间移动，会不会那两个是会瞬移啊？可是我觉得理智来看，这感觉应该是剪辑的吧。然后现场人会不会是演员之类的？有可能啊。对，因为这个原影片，我们其实这是我们看到的影片，但是更原影片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演好的，还是我觉得真的来说都有点无法相信哎。对，因为其实他这个影片在网络上，他的点阅率非常的高，那下面的留言是大家在讨论说这个是真实还是假的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，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留言给我们。真实指数5分。我觉得应该剪辑吧，绿幕啊，还是后置的。我应该会给他3分吧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剪辑或是特效。那下一个，接下来呢是机场消失的人，这个我觉得很像真实的画面，它很像是那种机场的监视器拍到的画面。这个来源一样是 Scary Video， 我们在机场要那个通关的时候，不是要把行李放在一个机器吗？然后它运输过去扫那个 X 光，然后好像是那时候的画面，就有一个人突然消失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Let go。3、2、1。怎么这么模糊哦？因为可能监视器的。
怎么可能？他走过去哎，人消失了。这什么画面在那个，不是很稳的感觉，有点那种杂讯什么的。现场人有看到他消失哎，怎么可能？人消失了，然后现场人都有看到哎。后面那个女生她好像就是真的吓到。对，现场的那个女生还有左边画面的男生好像也都有看到，都很惊恐很惊讶。而且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一开始一定不会大叫，你应该会先愣住。你说我现在看到是真的吗？现在什么状况？因为有时候遇到事情是会先那什么慌神哦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会先吓到。对，你会先吓愣住。太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这个应该也是后置的吧？是的，这个我给他6分好了。他不是那个女生马上走去他站的位置吗？然后居然没撞到他。那我的话，我可能会给他7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影片有点真实的感觉，但是有点说不出哪里怪。那大家可以留言哦，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告诉我们。好，接下来呢是只有保全看得到，那这个来源一样是 Scary Video。好，这个也是就是网络的点阅率非常的高。等一下我们直接来看影片，因为我觉得它那个诡异指数非常的高。这个你等一下看影片就知道了，这个无法用言语来解释。Really? Yeah. 3, 2, 1。哎呦，烦了，白痴哦。3, 2, 1。他在这边吗？保全。我在你右边。感觉是在个商场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好像写什么东西的样子。保全消失吗？哦，有人经过是不是？是吗？还有画面吗？啊，没了，就这样。保全拉红龙的时候是代表有人走进来，然后写有几个人进来，然后之后再挂起来，代表已经有人走过去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他在一直跟一个人讲话的样子，还没止？对，就是对他来讲，他那时候看到的不是幻觉，他看到可能就是真实的一个人。所以他看到了我们跟监视器看不到的人，所以是消失的人走过去的人，还是他最近压力大，然后出现幻觉？好，你给他的真实指数是多少？8.5分。为什么啊？不告诉你。好，我会给他8分，因为我也觉得比较真实，因为半一半的可能，但是我觉得真实度应该蛮高，所以我就给他8分。下一个，最后一个来，最恐怖来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呢，前阵子在 TikTok 上非常红的影片，标题是《消失的娃娃车》，然后来源是 Hunty TikToks。那这个应该很多人看过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看一次。当然争议很大，就是有人说是剪辑的，有人说是 say 好的，我们一起来看吧。3, 2, 1。OK， 后面一个小朋友，然后一个司机。多少个小朋友？这十几个小朋友。什么？消失了？司机发现了，双胸掉下来。不是啊，这怎么演？这不可能演吧？司机，而且司机好像，他发现了，他会看到什么异度空间吧？因为他好像，全不见了，这真的假的？好扯哦！因为刚刚那个小孩消失的瞬间，司机好像刚好开个什么砰砰砰，就是有颠簸的路，会不会开到什么异世界？掉下去之类的。对，经过任意门什么，然后小朋友全部消失，然后书包全部掉下来，这个有办法演吗？我想一下，外面的画面感觉是正常，感觉是真的在外面开车的感觉，够扯了吧？这个比前三个还扯吧？这个在网络上非常之红，一整车的小孩不见有20几个小朋友感觉是一个幼稚园班或是一个小学班，对啊，如果以真实来说，应该是后置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后置的。我觉得应该是后置的，所以我可能给他7分。我给他9分，没错。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大家讨论，那可以在下方留言你的想法，关于这个消失娃娃车里面学生全部消失的画面，你的想法留起来，告诉我们。好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看完了4个监视器真实拍到的消失画面啦。那个人觉得每个都蛮诡异的，然后都蛮值得讨论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留言想法，你觉得这些影片哪几个是真实的，哪几个是 set 的，哪几个是后置的？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OK，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喜欢影片记得要订阅我的片段，当然订阅我的 IG， 一定要追踪哦。可以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这些毛毛家的影片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哦。不定期会有会员礼送给大家。好，就这样啦，那下期就下期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记得留言哦，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，拜拜。